当仁不动的憔悴，我哭着你要跳，爱上有隐晦，一道暗里水相随。你说不要自作自受，自己创造伤悲，谁又可以彻底忘记谁？你说过我不及回首，别后悔了再回，想方设法的把你追回。你说孤独是世人应该射箭的吗？刚才要是把我给射了，我们家那俩娘们儿你给我养啊？倒也还不是一无是处，以你刚刚躲开的速度来看，就算我是瞄着你射，也未必伤得了你。以你的反应来论，也算是大异于常人了。你还敢笑？我让你笑，让你欺负人，让你欺负人啊！先说两句话，你是怎么想到收秦玉当学生的？你教他的那些都是兵法吗？说来话长了，还是别说。那五目遗书是真的了？你早上破解难题用的那些方法和符号也是五目遗书上记载的？书当然是真的了，孙武医生所学甚杂，不过这本书不是他一个人所著的，而是他跟另外一个兵法家合著而成。我今天用的那些推算方法就是从书里边学的，但这些方法呢也不能算是兵法，却能跟兵法相辅相成。这么看来，子豪果然是深藏不露，观你种种行事，莫非是大智若愚？这个兰陵公主要是放在储蓄所里，可有主任你老小子受呢？子豪，我问你，一定要如实回答。说吧。你与那东岩郡主是什么关系？东岩郡主谁呀？我不认识啊。我的外甥女，房宰相的孙女，你的二夫人。王子豪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？人！二夫人，咱去哪儿啊？去上山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子豪，你说我是不是现在要下山将你家斩草除根呢？还是子豪，你恨我吗？我对你一点恨意都没有，我只是想保护我的家人，我本人任由你处置。那东岩给你当妾室有多久了？你是怎么知道他身世的？大概三年吧。其实从我失忆以来到现在不过也才五个月，我跟我的家臣都是坦诚相待，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瞒我的，身份都是他自己告诉我的。那你刻意拉拢秦成杜三家是什么目的？据我所知，你们王家并没有和各大门阀亲近的传统，而你却在短短五个月之内跟各大门阀的继承人攀上了关系，再加上那东岩居然是你的妾室，这一切都不得不令我怀疑。公主，你是怀疑我经营关系吗？跟房家策反有关系吗？哎，抬一抬。二夫人，咱去哪儿啊？去那边。子豪，你才华横溢，若是杀了你的话，我大唐就会少了一位军事家，或许文豪，是吗？早上那首诗怕是出自你之手吧，之前那首也未必出自你夫人之手，对不对？你作诗的时候你夫人就在我身边，有些事情我还是看得见的。
我跟你夫人交流过，庸脂俗粉而已。我也是女人，也喜欢像你这样才华出众却又不显山露水的奇才。你若是只想做隐士也就罢了，若是包藏祸心想对我大唐不利，却是一大祸患。公主殿下，如果我告诉你我只是想手上稍微有几个小钱，跟我和我的家人一块平平安安的走过这一生就已经很满足了，你信吗？如果我有孩子却想让他平安过日子的话，是不会教他这些东西的，而他要想平安过一世的话，更不会去学这些东西。以你的家世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太容易了，家世好目标低，所产生的惰性也就越大，而你却不埋头于吃喝玩乐，却苦苦去追求学问，是为了什么？求得了学问却要藏拙的避祸，这又是为了什么？若是乱世藏拙避祸还有情可原，可如今太平盛世朗朗乾坤，你这么做究竟意欲何为？夫君，你要小心兰陵公主啊，她没安好心。二夫人，咱去那儿吧。走吧。公主殿下，我以我大唐子民的身份而自豪，我以我大唐的繁荣兴盛而骄傲，我跟普通百姓一样，我为我大唐在边境上取得的一次次胜利而欢呼。如果你仅仅因为我交际广、勤奋好学就怀疑我的话，我真的觉得我很冤枉。就拿刚才我要杀你灭口的事来说吧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父母犯错，关一个十岁不到的孩子什么事儿？他那么小，他懂什么？一个小女孩家破人亡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一个十五岁不到的姑娘去给人家当小妾，这是碰到我了。要是碰到个禽兽不如的，他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。你是他亲姨吗？跟他失散了那么多年，一见面就先还姨再除根。子豪，你恨我？我刚才回答了，我对你一点恨意都没有。要知道那东岩父母之死或多或少跟我有些联系，他落到今天这幅田地也是我一手造成的，他难道一点抱怨都没有？跟你有关什么意思？你再装傻。哎，哎呀，再装。哎呀哎呀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公主，你要杀我用刀就好了，你这样踢你很累，我也很疼啊。用刀便宜了你啊。公主，你已经把我折腾这样了，用刀轻轻一划我就过去了，王家就我一个人，杀了我就等于灭门了，多大的仇都报了，家里那些人你就放过他们吧。还有九华玉露那个配方我也给你，就当是给他们付赎金了行吗？我又不是强盗，要什么赎金？看你落到这幅田地还一心想着家里人的份上，就不与你为难了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我本也没想把他们怎么样。真的？谢过公主，谢过公主，若蒙公主原谅，他是定当图报。要是公主还不解气的话，就一刀砍了我，我绝无怨言。我只恳求公主能放过我的家人。我答应你的条件，你若是还能动的话就随我回府。能动能动能动。我扶你回去，不许再起什么坏心。啊，好。二夫人，咱还是回去吧，我怕有蛇。哪里有蛇啊？好多人都说有蛇呢。哎，二夫人，哎，等等我。啊，哎呀。看着这么文弱一个人还要装硬气，知道为什么挨打了吧？知道了知道了。哎呦，我这种人就该打啊。打死你也不为过。我不过就想问你和那东岩是什么关系，你居然拔刀相向，你凭什么就要杀我？哎呀，我昨天还偷偷摸到我的床上，口口声声说喜欢我，把我这寡妇哄得满心欢喜，
你知道我昨天回家剪那腰带花了多长时间？早知道就一剪刀剪了干脆。毕竟二女当年也是在通缉之列，我是怕她万一泄露了身份，这不是连累全家人吗？要是只有我一个人的话，那我怎么敢去反抗呢？我肯定去自首，请求政府宽大处理啊！王兄，你莫要再挑战我的忍耐力，你要是再胡说八道，我就杀了你这个连谎话都圆不了的畜生！哎，公主，伤我一人就好，可否饶过我的家人？口口声声求我饶你家人，你搞清楚是你要杀我，跟你家人有什么关系？啊！哎，摆出一副一心为家的嘴脸，难道我要把你家怎么着不成？哎，这夫君也不知道去哪儿打猎了，怎么连个人影也没有啊？啊，夫人，这南山很大的，这林子里什么害虫都有。哎呀，闭嘴！你吓死我了！饶我一次吧，公主。我没说您呢，我不是说官府吗？官府要是知道我们家窝藏二女，那我们全家不就都完了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认为我会把这事儿说出去？就算我把这事儿捅出去了，跟你王家又有什么关系？怎么可能没关系呢？二女可是我们家直系亲属。再装傻！哎呀，你先把话说明白行吗？我真没装傻，我是真不明白啊。王家谋反是新君登基以来第一大案。其中牵扯高阳公主和几位皇室成员，这事儿要是放到几年前，恐怕会有些麻烦。可如今早已经不是贞观年间了，怎么动不动就会有灭门之举？再说，皇帝已经颁布了特赦令，东岩郡主和其亲属也在特赦之中。你拿这事儿当杀我的借口，也未免太荒谬了。若真是被你得了手，怕是我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睛。天哪，不学无术害死人，血的教训哪！幸亏兰陵有武艺傍身，要不然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。二夫人，咱还是回去吧，这太吓人了。二娘子，刚才的硬骨头哪儿去了？装什么可怜？公主。我现在是，我真是后悔加后怕呀！你就听我解释一下行吗？你说，本宫听着。我是真不知道你们到底颁了什么特赦令啊，也不知道本朝对谋逆罪的判罚尺度。我一直都以为包庇二女跟谋逆同罪。你是指你失忆吗？失了忆的人还有这样的文采？能把长平之战分析得头头是道，连军饷都发得分毫不差。若真是这样，你倒应该多失忆几回。反正今天这事儿是无法挽回了，只要不连累我家人，我就放心了。公主想要怎么处置？今天我真想剐了你！哼，就让你良心上受煎熬吧。比剐了你出气多了，平日里看着貌不惊人、和蔼可亲的模样，哪成想提着刀子比屠夫还爽快。若不是我今天看见那东岩，不是你那二女，我留着心眼，拿着兵器，要不然这会儿就被你扔到后山喂狗了吧。二夫人，咱去哪儿呀？哎呀，走吧，走吧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承认自己是骗子了？你要是我真是骗子的话，公主打算怎么处置我呀？关了、杀了都可以，倒是你有一点特殊。杀了你，可惜了你一身的文采。你不是有本事吗？那你就把肚子里那些东西都给我写出来。什么诗词歌赋、五木遗书，还有秘方，全都写清楚了。还有，听说你不是又发明了什么三角裤、卫生巾的，都给我写出来。不是我写字慢啊，我写字特别慢，要是没有个一两年的，恐怕也写不完。再说我写出来的
公主也未必能看得懂啊。写字慢能当借口吗？别跟我耍心眼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放你从这儿走了以后就拿你没有办法了？秦玉这个人不错，你就好好教他吧，少在他身上打什么鬼主意。既然收了学生，你也不希望自己的学生以后有什么三长两短吧？若你真是写字慢的话，别人我也不相信，就由本宫亲自代劳吧。啊，这个不太合适吧？你说，再说我们俩也见不了几次面呢。那个，你们家不是有个才女吗？我隔个两三天到你们家去请教学问，有什么不成吗？子豪，意下如何呀？大夫人，想不到你这么厉害，连蛇都敢玩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？子豪出来打猎，怎么弄成这副模样？疼不疼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弄的？公主，哎呀，今天我差点就做了错事，差点就万劫不复了。快起来吧，膝盖都跪开花了。别说这些了，来，我送你回去。公主的宽容，我是莫齿难忘。公主你好漂亮啊！贫嘴！啊！还是揍你揍得太轻了，便宜你了。来，走两步，嗯，轻点。哎呀，看来是不能走了啊。也没什么，看着就是有点跛。晚上回去看不疼死你才怪。如果今天晚上不疼死，明天我一定履行承诺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明日我就去府上找你。嗯，明天？好吧，你要是明天去的话，那千万别说我被摔成这样的事儿，要不然他们家该伤心了。死要面子活受罪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哎呀，夫人，小侯爷。小侯爷在那儿呢，二夫人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啊？我今天不是上山去打猎了吗？然后我就碰见一只这么大的兔子，然后我就拿箭射它呀，射它射它。可是我箭法不行啊，它就在前面跑跑跑跑，我就在后面追追追追追追，然后我就追不动了，我就停了。停，我发现它也停了。停之后呢，然后我又追又追，然后它又跑，然后我又停，它又停，它一直在前面勾引我，所以我就后来跑的我这条腿呀 啊好疼啊！那么大的兔子，怕是都成精了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腿腿腿腿，不行了啊！哎呀，小心啊！小心啊，小心！自己累成这样。哎，我躺会儿。来，躺这儿。哎。哎呀，这床上舒服。来，快喝点水。哎。我这手拉弓拉的没劲儿，拿不稳。我说怎么看着不对劲儿呢？弓箭呢？空手回来的？肯定是在山上追兔子的时候，翻山的时候掉山上了。哎，我明天去捡吧。你看我这记性。哎，二女呢？啊，跟小蝶找夫君去了，估计也快回来了。这夫君上山才一会儿的时间，起身就浑身都不对劲儿，心里乱糟糟的，做什么都心不在焉。没想到二女也跑过来比划，说她心里也呱呱的难受。我俩就开始担心了，她就带着小蝶上山找夫君去了。什么？上山找我去了？哎呀，快快快快，怎么？快起来起来，吃吃吃！天都黑了还上山，多危险呐！还要不要命了啊？哎呀，哎呀。你这是要干嘛呀？我得找他去啊，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，回来我不抽他。哎呀，你这腿脚不好使，你别急啊，夫君。夫君，别着急。我得找找。哎呀，欠人正差人找，来人啊！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现在就上山去。回来了，二女。上哪儿去了？给我站住！啊。
没事了，你都下去吧。 几点了？才回来，天都黑了。这孩子看着不大对劲儿啊。怎么了？夫君回来不高兴吗？是不是跟夫君一样累了？累了？怎么了？我看看，来。夫君。怎么了？ 受什么委屈了？好，松开，松开，松开！哎哎哎，不行，扶着，扶着，倒了。死孩子，还抽着呢，快松手！哎呀，好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跟我进去。啊，腿呀！刚还说要抽人呢，现在开始护着了。哎，不听话呀！ 把脸洗了，弄那么黑，快去。哎哎，夫人，你帮我拿件衣裳换换，我这件衣服太贴身，勒得难受啊。哎，好了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来吧，让二女看见多不好啊。这就是。哎，夫人啊，我想喝你煎的那糖茶了，就给我煎一壶。 哎呀，疼疼疼疼疼！哎呀，跑一天了啊，浑身酸疼。哎，帮我揉揉腿。哎，还把我那鞋脱了。哎呀，你洗脸了吗？那么快就跑回来？ 我跟你说啊，下次可不敢了啊，那么晚了还在山上，多危险啊！看见夫君跟公主了？啥？在哪儿见的？山崖上面，拉拉扯扯的。不是，我们俩是偶然碰见的，后来我不小心跌了一跤，然后他把我送回来的。小蝶看见吗？ 告诉夫人啊，到时候说也都说不清楚。那夫君今天睡中间？啥？夫君今天睡中间？要不起？哎呀！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，王子豪是一个重口味的屌丝。 他的老婆是个富二代，小妾是个郡主，情人是个公主，而公主和郡主之间又是姨妈和外甥女的关系，这，哎，真是情何以堪啊！下一集里，王子豪知道自己误会了兰陵公主，痛定思痛之后，决定将一个影响千百年的发明贡献出来。若真能按你说的那样把这件事办成了。 念无边，黄发间。一个浓烈风，少云边，泪色奔驰间，往事如烟，相思难解，愁伤眉梢间，痛经随几片，发钗着半边。
难言一曲眷恋，提影昆仑边，往事断线，无声幽念，轻上江湖间，回眸转千年，我此生不倦。你隔门裂缝笑云边，泪色半指间，往事如烟，相思难解，重生眉梢间，铜镜碎几片，发钗折半边。离歌难掩一曲眷恋，低吟昆仑边，往事断线，无声幽念，心上江湖间，回眸闯千年，我此生不倦。